唱文化杯的时候，就是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歌其实有这么多问题，比如说他的政党意识之类的。所以当今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，然后自己经过思考之后，也觉得是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就全系决定要就是提出我们的表达我们的看法，对，所以就决定要罢唱。国立政治大学第四。